我叫做李隆基，撞到一位音乐奇人，写词咧、作曲咧都一手包办嘅韦贤先生。哎呀，基哥，韦老师，韦老师，你好，好耐冇见你啊！坐，好啊，起啊，好啊，鬼叫你穷啊，顶硬上啊！咁呢位韦贤先生咧就忽然间有一日打电话俾我，喂，李隆基，想你唱咧一啲另类嘅歌。我话点样另类咧？佢话呢个广东民谣未唱过啊，几得意喎！其实我个人就好中意话，即系尝试不同类型嘅嘢嘅。咁啊，广东民谣其实都系负起一个使命，因为我系广东人，我亦都希望广东啲林林种种嘅嘢咧，能够一路延续下去啊，唔好俾佢消灭。